所以佛陀的时代，出家人吃饭就是放在钵里面搅一搅，然后观想变成什么？念一下，大便，大便。啊，药是苦的，这是个药，不然我没有办法修行啊。我是为了要修行在吃，啊，而不是一种欲望。那如果你平常生活不注意这个，那你就会高血压、糖尿病，因为贪呢，贪。啊，你就会三高，你就过得不快乐。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病需要进出医疗院所的朋友，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防疫期间，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时，其实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如果您觉得不放心，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经过食药署调查发现，有些市售的布口罩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可以提供民众作为选择。建议大家在挑选布口罩时，记住以下要诀：口罩至少要有3层结构，外层材质要致密，中间层是不织布材质，内层要柔软透气。最后提醒大家，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健康民众可以依照自己所在的环境状况，选择不需要佩戴口罩，或是佩戴上述挑选要诀的布口罩。长青路 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当我这个轮椅要给长辈使用的时候，他一定要检查这个轮椅，这个轮椅看看它够不够坚固，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松动，比如说有一些螺丝的松动，所以他要做检查，或是说我们在行进当中的时候，长辈的一些手啊，或是一样脚踏板你没有去固定，像有时候我们给长辈的脚放在脚踏板里面，因为有些长辈的下肢他真的无力到比如说打直或做什么，所以如果说有在给长辈在脚踏板上面因状况长辈的身体状况我们再做一个约束的话，在行进当中就不会发生一些意外这样子啦。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生，救众生，生命。